多很多的动物，包括我们家里面养的宠物。老师想问问你们，你们家里面有谁养宠物的呢？你说。爷爷养了一条狗。你呢？我奶奶养了一只猫。你说。我妈妈养了一只松鼠。还有谁？我家养了一只兔子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我爸爸的宠物最厉害了。你爸爸养的是什么宠物呢？我爸养老鹰猪怎么够用。听妈妈说，我爸爸在外面养了一只狐狸精，我还没见过。家里有只母老虎，我总找不着。